文说那个什么 ，All comedians are professional， 是不是？可是我要这边特别强调 ，We are self jokes。OK， 好，就这么简单。对，好，那我上两个礼拜没有来，是因为我事情很忙，之后我还去做一件事，就是我的考试 ，exam 考试。好，那那个考试是那个 topic， test of proficiency in Korean， 台湾检定，台湾检定。对，我就去考韩文检定。然后其实我不是第一次考韩文检定，我是第二次考。那两年前考过初级。那其实我觉得我第二次再来，我发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，就是我当初学韩文的时候，我以为就是学韩文的人，特别是女生，可能会喜欢一些就是欧巴啊之类，然后我打扮很韩风啊之类的。但是呢，我在那两年前考的时候，不是十月要底了，10月28号，然后。我今年比较早，是10月14号，我看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现象。我觉得走在路上的女生，我以为都是一些像什么韩国明星，像什么那个全智贤啊、宋慧乔那种的走在街上，就不是，通通都穿着全智贤跟宋慧乔的衣服，但是全部都长得像整形前的韩国女子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的妈呀，这就是Happy Halloween。对，我两年前就是这个心得，就觉得哦，这些考韩检女生好可怕。然后，所以我这次就算不会过，我也不会再去考下一次，太可怕了。那看来这身体导出来的中人结合还没回去，然后他的命又跑出来的妖魔鬼怪。对，好，大家好，宋黎。好的，那就是刚才讲到电影嘛，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哎，小奥灯可不可以暗一点点？我觉得有点，前一晚熬夜暗一点点，好像你知道你要算了吗？全部暗掉。我有点觉得太亮，对不起。那就是我刚才说，因为刚才要讲电影，然后想问大家，就是通常都会花钱去看电影吧？会啊。就是买票的那种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其实我今年就是做了很多奇怪的事，有一件事情是我开始就发现说有些就是不用钱的管道，可以看电影的管道。那最重要就是首先你要去背脸书，然后你要在一些教大家怎么做，就是你们要在一些电影公司的粉丝专页按赞，那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冷门的片，冷门的片他们就会赠票。那赠票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是像我这种整天一直滑脸书的人就很方便，因为我就是一个秒，然后如果是抢票我一定抢得到，因为就是秒速回哼，然后送出分享，然后按公开，你就可以抢到两张票。对，现在问题就在这里。我要抢到票代表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抢票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讯息干扰，你要说哎，等一下要不要吃饭啊什么什么，就是没有人约，所以我才抢得到票，然后就不会被讯息干扰，就顺便抢到票。那要代表一件事情，另外一件麻烦的事情是，通常电影公司送都是两张票，像这个礼拜我又抢到了两张票，特印票，我常在抢中特印票，都不用钱。但问题是，两张票就是要打你的脸啊！就是因为没人要陪我去看电影，我就要去给人去看那些冷门的电影，然后他给我两张票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就要为了这两张票，我要是说卖我的尊严，我要问人说，哎，请问那个你有什么？然后就收到一堆卡，没空，没空，没空，比电影票还要多的没空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电影公司真的很不贴心，就是我目前只有一次那个电影票是只有我一个，就是一张票的，那我就觉得很悲伤。就是那个小欧，你要跟我去看电影吗？我这边有一张票，但是是昨天的，对，我昨天没去看成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就觉得其实有时候电影公司要就是要为单身者着想，很过分。好，那讲到电影，再讲一件事情。前阵子不是就是脸书会那个点名说，最先想到15部电影，有没有？是那个就是你最先想到的这些电影。然后就是我看到还蛮多人选的一支片，但是我不懂为什么他会选那支片。后面的小欧啊，后面的小欧，因为我看到你有选那支片，但是我只看到我就是有一支片大家都会把它写进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叫做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。大家都说那支片好好看，但是我个人觉得，就是大家都有看过吗？蓝色是最温暖的颜色，就是两个 lesbian 的故事，然后就是我怎么吓到？我吓到。好的，就是两个。对，你打喷嚏怎么回事啊？对 lesbian 过敏吗？你要讲双叉的。好 ，bisexual， 我帮你帮忙。OK， 好，那就是两个 lesbian 的故事，然后因为就是有非常唯美的床戏，还有3个小时的片。那基本上我觉得 lesbian 的片啊，我个人没事不会去看，
因为通常都还蛮闷的。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点是，它是法国片，法国片基本上大概十部只有一部片不会是闷，像什么那个《瓦萨比》、那个《终极追杀令》、那个《上年梦的年谷》、《上年梦的年谷》两部，那是不闷的法国片。然后其他九部超闷。然后那三个小时啊，我在看那部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，我的妈呀！因为那女主角是一个很随性的女生，她头发好像就这样。放在他头上，然后我看到那支片，其实就心里一直想到一个 OS 是：你躲在后面干什么、啊？给我滚出来！特别的 OS， 不是那个，就好那个女孩子，就头发就很乱什么的。然后就是我每次看到她，我就想到哈利波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哈利波特第三集有那个劫道地图，大家记得吗？啊，劫道地图就是有一次被史内普查获，他查获的时候，他就被那劫道地图的四个作者给羞辱了。他们就说什么，其中重鬼是这样说，他说史内普教授，我建议你去洗洗那油油的头发。那是我看到女主角心得，我三个小时就看到女主角的头发乱得跟鬼一样，然后在那边嘴巴开开了，双眼无神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支片到底好看在哪里？我看完只是觉得我很想吃意大利面，因为那个女主角他们家就一直在吃那种超大盘意大利面，就是肉酱的那种，都在吃，所以我真的不懂，就是法国片到底为什么可以这种片可以拍三个小时？对，好，那抱怨完的，好，然后最后。我除了就是因为要考 test of the proficiency Korean 之外呢，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耽搁了就没来，是因为我在做这个 T-shirt， 那这是我自己设计的那个Legalize Gay Marriage T-shirt。然后在问就是有没有人要买的时候，其实一开始会遇到一些困难，就是比方说有人就说家里爸爸妈妈反对啊之类的。那其实我就跟他说，你可以跟他说是 Legalize Gay 的原意是快乐。合法快乐婚姻，就这样跟他讲，比如说我们要通过快乐的婚姻之类的，对。然后，因为有些女性的需求是这样的，她会觉得说，可能要穿深 V， 有些女生会剪 T 恤，然后会剪开，但是剪开之后就变成 legalize GY marriage， 哇，对，legalize GY marriage。然后我就是在跟我妈讲，我妈说不用 legalize， 我已经试了啦。然后，对，好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然后最后，我拿下我的道具。被我藏起来了，哦、超幼稚，找不到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你刚刚欺负我？哈哈哈哈我自己滚出来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呢，就是最后除了希望那个，因为做这件 T 恤原因就是希望那个。Gay Marriage 可以赶快通过，在台湾可以赶快通过之外呢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，听说今天早上香港的警察发动攻击，然后在这边就是，香港加油！好。谢谢小峰哥。